旅馆的入柜时啊，特别注意窗户轻易掉落来。因为单机的员工在出向各位的时嘞，也感谢各位耐心加谅解。感谢各位在咱天下的民生员中华航空加台湾航空共同单位为单机，也希望真紧会当顺利来为客人服务。祝各位一路顺风，万事如意，感谢。